胸有肉，应该是笑脸的。你就是谢姑发言嘛？真的修慧姐有这个，一定是小孩已经大了，都已经可以自己上学了。大概几岁？35。真假的？我觉得他们在后面已经超想死的。这边摸的时候，小心手会刮伤。哎呦喂！没搞到老。刚刚谁说要把我换到6的？谁？我至于吗？我服了。他今天到底要举高几次？我就会有腹肌，怎么叫做有乱？等一下，到底谁说我老的？哎，明明是你，你有带子，掉带子。你最安全哎，他不是安全，他整个都走中。老婆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可以越来越美？越来越美，越来越身材的雕塑是错，运动错，皮肤的沉淀，色素有没有沉淀？好，就以你老婆好了，乳头错。等一下，不可能，节目上聊乳头吗？你要逼我这样讲？买个够啊！哎，老婆越来越美的原因是因为你的视力越来越坏。我会看眼神，你的眼神也透露出你是一个仙姑啊！仙姑上胸，对，上胸有肉，比例的这个角度，应该是笑脸的。你就是仙姑发言啊，这个是年轻的，他有法力。这里啊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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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微微的酒哦，有法力，微微的酒哦，这里，嘿，这个上胸没肉哦，201啦，201，二比较年轻吗？年轻，绝对比一年轻啊！而且他的副乳没有什么副乳，还有他的。看到副乳去了，副乳都有，副乳啊，还有脖子，而且就是副乳，脖子完全没有副乳。哎，真的修慧姐有，还有那个没有没有腹肌，还有腹肌耶，这很明显的穿之前，这个一定是小孩已经大了，都已经可以自己上学了，然后他有时间去运动，对，保养，所以年纪是最大的，对，这种反而就假象，假象，他有时间了，有妊娠纹的，对，有点钱开始打电波，有没有？可以再做运动，哎，你们的嘴真的很快，是一个假象就对了。哦哦，这个哎呦，有刺青，年轻的，他刺骷髅头，叛逆的年纪就是叛逆啊，15岁，这么还未成年呢？画质很低哟，哎呦，这个修比较多吧？怎么柔肤颗粒那么大？怎么颗粒很大？没有，没有，奔四了啦，这画质有点年代了，这样好。他想要上胸有肉，所以挤得容易，但还是挤不出那个肉。这边摸的时候，小心手会刮伤。哎呦喂，没有那么老，我们都剪过指甲哦。哎，脸上他又走了啦。好好，第一位，你是刑事局建设小组。这个6号的肤质也很好啊。喂，你可以这样看人家吗？轻轻的，要尊敬的，对对，尊敬的，不是，不是啦。尊敬的了，哎呦，哎，这里还有人说可以摸，哎，也可以，好啦，所以来判断一下，好，不要闻啦，闻的，还闻，这个真的啦，6号，你说6号真的大哈，3号，暗沉啊，好可怕的节目，人家是画靴斗而已啊，对啊，哦，白就是白皙，一白遮三，它就是白皙啊，而且好蓬，而且亮亮的感觉，会震。有波动，会震，这个震，这个年轻哦。OK， 好荒唐的节目。我觉得5号值得佩服，怎么说？他已经搞得像沈玉琳还没有手术一样。哎呀，那是脸上的肉瘤，他要把那个圈挤成洞撑破，很诚恳的一跪要挤出来呢。5号太敬业了啦，要撑破。太敬业了，对，你看，谦哥讲到关键了，敬业，年轻的，年纪大的敬业，敬业，好，资深，因为他有经验，他知道这样。OK， 培哥，有机会，他4号是，来了，金沙，金沙，刚刚谁说要把我换到6的？是谁？是我吗？我至于吗？我，对，明明很年轻嘛，明明很年轻，我刚刚摆中间，是我摆中间的，今年30岁。看不出来，10岁，你演过最老的、最年轻的、
最年轻就16、17啊。现在？对啊，婚姻结业式，我去演高中生，我看了自己都想吐。那你当时几岁？怎么选角？不是，他这几如云姐、如云姐、小梁哥、玉芳姐都是，然后谢祖五哥我，然后演同班同学穿高中服，导演都不敢看 monitor， 换一个特写。这几个人，我还想说，我在想说会不会找别的年轻的演员演我们年轻，然后导演说没有，没有，就你们，就你们演，这么一起来快200岁。对，云溪永远的美少女啊，怎么可能排到第五？对呀，什么意思？不是这，哎，刚谁决定第六？有点陷阱耶，都我服了。他今天到底要鞠躬几次？真的好，35岁。哦。对嘛？嘿，有送有送。他跟李多慧两个人谁看起来老？说实话，但是他，哇，那么这么年轻，但是他那个年纪是真的是西班牙，难怪都追不到曲曲。哦，你还追曲曲？你就还没追到西，他还没追到，没追到。你配姐，等一下，不可能经过，不可能经过，等一下，没有人讲话，就想完就配色，等一阵沉默。马哥，你不讲话，沉默都不行哦。我就问有腹肌，怎么叫做有生过小孩？一配这个是闻过明星花露水的样子，对，他已经健身了。哦，你演戏演多久了？就在那，哦，好会问你。你那个时候是总统是谁？这样子我们比较好算，4年一起。太离谱了啦！也不会接对啊。我出道33年。童星出来的，对啊，童星啊，对，那你在童星也不可能一岁嘛，对啊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好，公布真实年龄，好烦哦，来到这一趴，43，43，哇，不是这么厉害，我可以啊，你应该高兴才，你的脸很亮，容光焕发，哎，不是啊。爽那个出来的态度真的很差哎！我应该会活到126岁，没有这么少，没有这么少，可能会更久。低估了，你低估了，对，低估了。对，如果加急救，至少到130岁。对，你说有人工辅助，叶特莫，叶特莫加你130，谁要用叶特莫还不知道。我本来以为我今天会垫底。依依是演艺圈里面的好女孩，一个词叫不离不弃。哎，真的，真的，好女孩，感动嘞。好了，那个我们家那个纳豆现在怎么样？哦，非常好，已经开始工作啦，对，已经开始可以去录影了，对，外勤节目什么都开始。可以让你满意吗？哦，各方面都还没不还不错。结果你是六啊？是六？靠，怎么会给他六的最大？怎么会到最大去？当我听到有人说我暗沉，是哪一位？他，哎，就是你，要带谁？3号，3号，暗沉啊！好可怕的节目。他整个都走中，对，我今年26岁。什么 you key 是很成熟，就很成熟，26岁，很成熟，成熟的装扮。现在最年轻，但是我其实没有，小时候就很常这样子。嗯，18、19岁，大家都会说我看起来像28、20岁，就已经长这样成熟的脸。他化妆风格是那种欧美风，台湾男生都会觉得皮肤黑就是看不懂，看不懂，但是健康19，19，哇，哎，厉害，2004啊，真假的？我们没有作弊哦，因为我平常都是走。你是假婚呀？哎呀，那你心情不好啊？昨天有喝，你把槟榔吐出来。槟榔不要过量，我觉得槟榔小酌可以，但是不要过量。满满的胶原蛋白，对不对？他连这种熬夜啊，隔天完全看不出来。对呀，我熬夜，我打还录完影，然后去打牌，哎。打完牌，然后7点多又站在那又开球，开完球又嘿嘿厉害了，到底是有什么外消音啊？只要是熬夜哈，隔天一定晨勃。我少
早上起来的阿伯啊。